那边停一下好不好？不是才说要靠边停，怎么马上村友们加速逃逸？远景立刻追了上去。拦截围捕，拦截围捕，那个中心统安，中心统安。闯红灯不停，接着逆向骑车，一路从市区跑到了郊区。嫌犯以为可以甩掉远景，但可没有这么容易。中山路中油加油站了。朝小路钻加油站，继续再往产业道路逃逸，但远景始终不放弃。不论是骑进去菜园还是田埂，一路上紧咬着不放，直到这一刻。不要跑了，不要跑了，不要跑了！你跑什么？不要跑了，你有喝酒啊？你有喝酒啊？不要跑了！失控！那个国道一号中正路往芦竹的国道一号，几乎是绕了市区大半圈，最后才成功拦截围捕。搞了半天，原来他是酒驾惯犯。0.58，告知你公共，告知你私量权利啊，你涉嫌公共危险罪。警方调查后发现，原来这一名郑姓骑士酒驾记录有6次之多。11号下午5点多又被警方拦查，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前科累累，之前因为酒驾涉及的公共危险罪才会心虚逃逸。该骑士见状拒检逃逸，并在乡农中高速逃窜，严重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。远警立即呼叫警力支援拦查，最终将其拦停盘查。幸好警方不放弃，一路追到了国道匝道口，这才逼他放弃，这下酒驾记录再添一笔。今天为杨仲祥、许惠美，怎么懂？想要看更多精彩新闻影音，请订阅、按赞、进新闻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接收最新的影片通知。